先做一个广播系统。好，下方的人员请注意，我们已经到达救灾现场。我们东辉机将会做投掷寄送物资的那个投掷，那请各位下方人员小心。那预计我们投掷完毕以后，大约在15分钟之内，救援人员会到达现场，请各位在此等候。我们倒数三、二、一后会投掷。下方人员小心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投掷。好，投掷完毕。下方人员请进后，在空分机的下方3米的位置等候。